今年行情好啊，养鸡卖鸡蛋赚了点小钱，猪肉扣肉从来都没有断过，这种奢侈而又枯燥的滋味，你们是不能够体会的，说了你们也不懂啊。拍完了吗？装逼够了没有？我装一下十三啊。来，今天做扣肉啊，大家好，我是二哥。哎呀，今天要做四十碗哦，准备八月十五吃，看看每家每户几碗。但是我们几个人合着做，然后呢，确实是今天行情好啊，大家都发财啊，抢穷人来啊。那这个肉已经炸好了，没有关系，你开就睡，全部是开的。装完了，走了。你看，看看这白的上，哦，我做谁？别帮我切。嗯，好看吧？啊，这个的量是吧？嗯，这个等一下。嗯，泡水。都可以了。两个一起去那里去啊。好棒的，这爽。还打快点。这软了就皮皮了，那个皮软了就可以切了。切了到时候就可以装盘了，那个碗。早一点啊。就早一点啊。啊。晚上也得喝半那个半村那个人都懵了，半边村的人又懵了。鱼塘老板那句话是怎么说的？他买半斤猪肉，天天都是好日子。哦，天天都是好日子，买半斤猪肉，叫老板娘帮我剥皮。哦，对。这种枯燥而又奢侈的生活。两个又充当那个。小峰哦，他小峰他说嘛，他今天有加菜，有猪肉吃，我可开视频啦。朋友圈发朋友圈装逼啦，那你们做那么多扣肉不装逼发一下朋友圈吗？我们发朋友圈可能那个来吃的不够吃的，所以很多东西。人家平时十几块钱嘛，你们养十几块钱。我以前我就是找很多饭，我没找很多操作出来的都没。放了三七万，放了你去，你的七万七万的十四万，十四万加，我的五万的，十九万，十九万加陈的何少松的不过的十五万的个吧，十五，十四万，十四万加，陈五万，啊，十九五万，啊，二十，过了分数，他们现在。主任指引操。啊，红枣、香菇、蒜、蒜白、葱白，啊，腐乳、十三香、鸡精、米醋、米酒、蚝油、酱油，这是我们这里的做法，还有那扣肉料，排骨丸、糟辣酱。一应俱全，十几种配料啊！哎，各个地方呢，不啊，那个做法不一样，有些地方还不喜欢放那个糟辣酱，因为都喜欢放那个大蒜大葱。跟我们这里吃法就比较喜欢，而且做出来的那种感觉啊，黄黄爽爽的那种感觉，吃起来就很那个，很有味道，看起来都舒服。三十几万，十几万，才十万。啊，这豆腐乳。我本来拿回来，哎呀，刮干净。差不多了。我来吃了。
上皮也香啊。大红烤肉。哎，你在这里搞啊？你说把干净拿去吧。洗碗来，装。洗好了都。妈，我洗好了。老魏，老魏，那我就去吧。肯定身边有那个话跟妈交流，我跟你讲。还有一个人民币。哎，就笑的嘛，没笑，你那边放完我了，好的。点对啦。罗有很多。妹，你去哪？妹，你去哪里回来？哈，我这么漂亮的睡衣呀、啊，有泳衣是吗？哦，爸爸给我买的呀。嗯。快点去换衣服吃饭啦！今天搞了一整天了、啊，啊，然后。总共弄了37碗扣肉，还有2碗这种边角料。边角料呢，我现在是拿到我这个高压锅来蒸，然后拿上去，因为上面高压锅不够嘛，哈、哦，不够蒸。现在呢，蒸好了，拿上去吃饭了。那边角料其实很好吃的哦，都是这种瘦的，啊，小块的，哦，哎呦，好，哎呦，出去吃饭。而且我们这一次做了37碗扣肉，就是每一家就是几碗这样子的哦。我那要了多一点，我要了37，要了7碗，啊，阿水哥要7碗，那个阿水哥要6碗，小五叔要6碗，其他他们的五哥他们阿陈他们都是要5碗啊，啊，大家都留着准备8月15吃，然后呢，我呢，要这7碗呢，明天买一点给我岳父，他生日嘛，来先上去吃饭，啊，还有鸭子。咦、嗯？哎、嗯！小猪吃扣肉了，快点！拿扣肉来，这边。哇，这怎么办？来了，哎呀！哎呀！哎呀我见你来了吗？你蛮好意思的，你都很晚了。吃饭了吗？啊、哦！来，扣肉、鸭、腐竹、鸡蛋，来，开吃。老板，喝就不喝了啊！必须要喝。尝一下我们鸭的扣肉。好吧，吃饭去。你快点，你快点，快点。我不管了。